我不左右摇摆，只说真话。我要上下求索，走出正道。我是王秉忠，王秉忠来了。我是王秉忠，王秉忠来了。二零二一年和大家又见面了。 很多朋友在问啊，说这个二零二一年的元旦啊，蔡英文呢又跑出来大放厥词了啊、呃，讲了一些有的没的啊、呃。看了很多两岸的学者、媒体人呢，都有一些评论点评。诶，为什么丙中啊一直都没有讲话啊？迟迟等到今天啊，丙、呃、中才要来评一评吗？在这里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大过年的，虽然说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更重要的是农历春节，但是呢，终归啊是新年开头啊。 马上就去讲那个婆娘的事儿，你不觉得，呃，挺触眉头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这个，呃，呃，休息一下啊，不要那么快就评论他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开始上班了啊，所以呢，还是不得不再来面对这位婆娘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跟大家来谈一谈蔡英文的所谓元旦演讲。那么很多人说啊，蔡英文元旦演讲呢，好像这个语调放软了，姿态放软了。 尤其啊，台湾的所谓蓝媒吧，呃，中天啦，国民党啦，他们呢就一直在那里嘲笑啊、呃，嘲笑什么呢？就挖苦蔡英文啊，说蔡英文呢竟然呐、啊，斗胆啊，哦、呃、胆敢啊，还在那里说什么？说啊要人民呢谅解啊，这个他不得不进口美国莱猪的决定，请大家谅解。那么国民党、中天呢啊这些蓝色的媒体啦、政客啦就笑。 说你凭什么要我们谅解啊？啊，那谁来谅解我们人民呢？啊，大家就在呃玩这种呃这个口舌之争啊、呃，打嘴炮。但对我来讲啊，我不得不说，其实啊，去继续这样子来酸蔡英文啊、呃，来这个在呃唇枪舌战上头啊，去这个啊占、呃、一个上风啊、呃，说蔡英文凭什么要我们谅解他？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诶、哎，为什么没有意义啊？因为今天的症结，如果你国民党也认同。 亲美反共的路线，如果你国民党也是要拒绝统一，那你和大陆确实啊，你现在的关系就是紧张啊。你们都要这个打死啊，不能接受一国两制，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内容是什么都不可以碰，都不可以碰，谈都不可以谈。 啊，连九二共识，你国民党现在都说啊过时了。自从大陆领导人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后，明确化九二共识的目标是要统一以后，连我国民党都觉得九二共识现在有疑义了，你都不要了。那请问今天你除了继续啊这个抓紧美国，你还能怎么样呢？那你来猪就吃好吃满啊。如果你今天坚持要亲美反共，那蔡英文讲的是对的哦。我今天必须这样讲哦。 所以哦、啊，我今天不想去啊帮忙洗白国民党。很多人讲说呀，不管怎么讲，民进党现在执政，我们一起来监督他。所以国民党啊，来打这个呃这个反美猪的议题，我们还是要帮忙啊、呃。先且不论国民党亲美反共的问题，为什么不论呢？你今天亲美反共，所以你美猪莱猪，管它有多没毒，你就得填好填满啊。事实就是如此啊，还要去帮国民党洗什么白呢？而且。 国民党是真反吗？那为什么在立法院啊、呃、最后表决前夕，国民党说什么？国民党主席啊、呃、江启臣突然宣布不动员啦啊，理由说是为了防疫不动员啦，所以就不搞啦啊，所以群众啦大家还在那里说，那表决前包括表决当天应该要包围立法院，要给这个呃。 议场上，民进党的这些立委，哦、啊，你们都笑他们嘛，说他们是来猪立委。那你不给他压力，没有群众在那里说你们是来猪立委，那谁鸟你啊？啊，你们连演戏都都没演呢、欸，就不演啦。然后现在都表决都过关了，那过关了再来讲啊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上街啊，我们可以继续拼，之后要公投，你不是骗人吗？你不是演假戏打假球吗？所以根本一切就是假。 那为什么假？因为你今天国民党要亲美反共啊，你能够不舔美猪吗？你能够不进口莱猪吗？那人家民进党反唇相讥也不是没有道理了。那当初你马英九不是也要大家谅解敬美牛吗？那美牛都可以谅解了，现在美猪啊啊、呃呃、莱猪继续谅解啊？那我们为了要和。 美国希望争取美国能给我们怎么样经贸的好处，看能不能够有台美 FTA 啊。这个弦外之音，其实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两岸怎么样，美国来救我们，所以当做纳保护费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虽然美国不见得可靠，但是不纳可能更惨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，有任何的这个浮木啊，都要当做救命木，都要想尽办法抓住它，抓紧它呀。所以现在蔡英文人家倒过来了。 他今天恶心是没有错，你说他双标我也承认，你说他不要脸我也承认，那人家就是后颜呐、啊，所以蔡文够后颜呐、啊，他今天就讲了，过去从陈水扁到马英九都这个搞半天啊做不到的事，那我承担啦，因为我们台湾如果要继续要能够拒绝统一，要能够反共反中，我只能抓住美国啊，所以啊我要替台湾布下长远发展的局。 如果你从台独的立场考虑，你从台湾实质要独立、要永久抗拒统一的立场，蔡英文是布这个局是对，因为你不布，那没有别招了，你只有美国可以靠啊。所以蔡英文今天倒过来讲了，我是忍辱负重啊，哦，我今天是忍了这个呃屈辱，被大家骂，我也要替台湾布这个局，那他是自圆其说，所以你国民党你可以笑他，你可以酸他，但是。 今天倒过来，那你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那你路线又是什么呢？蔡英文是双标啊，他可以反你们的美牛，你们不能反他的美猪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讲过了，这就蓝美人跟绿美人在争宠嘛。哦，今天绿美人啊、呃，这个进口成功了，那当初说不让我们蓝美人来进，所以国民党当初也讲了，如果你民进党当年不要反对我们国民党进口美牛美猪，说不定我们早就进口了。那从国民党就已经来猪开始吃啊，对不对？那。 逻辑就是如此嘛，所以国民党难得有一个比较有 guts 的这个卢秀燕啊，台中市长，他对呃美国在台的其实是总督啦。啊，这个所谓 A I T 台北处处长李英杰表达台湾人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，结果美国人现在就羞辱羞辱你了，所以 A I T 最新介绍台湾各个县市首长的这个骗子，就没有你台中市啊，我就看不到你台中，台湾没有台中，人家就做得到啊。 那理论上不是蓝绿都喜欢讲吗？要有尊严吗？面对到大陆的时候，哦，尊严好重要啊！那怎么没有去抗议美国呢？应该蓝绿都要这个团结起来啊，要抗议美国啊！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民意如此蔑视呢？这是人民选出来的现实首长啊！可是不会呀、啊，绿的不会干，蓝的也不会干啊。 所以美国人，这个美国在台总督利英杰，他可以直接说啊，我们美国人明年还会卖多少多多少的军火给台湾，连台湾自己军方都不知道。也就是呢，我替你直接开了单了啊，你就买单吧。他这不是直接干涉到台湾的这个所谓内政吗？怎么你们也不抗议啊？因为所有的尊严呐、啊，都只有面对大陆。这个时候突然就要讲尊严了哦，这个我们尊严好重要啊。 那面对到美国没有尊严啊，来猪吃好吃满，OK 的啊，这个必须的，为了要布这个局，本来就该如此啊。那人家不断的卖这个二流、三流、过时武器给台湾，台湾就当做这个呃垃圾库给人家清仓用的，那也没办法，本来就要纳这个所谓的保护费。所以我们又看到了蔡英文现在元旦演讲啊，呃，有一些笨蛋蠢货啊，还认为说蔡英文。 是不是哦？又给两岸的这个和平的啊这个协商啊啊，又露出了一丝的生机，又看到曙光了。因为蔡英文说，在任何对等尊严的前提下呢，也可以两岸的和平交流。那什么叫对等尊严啊？说马英九用中华台北参加这个呃 AP APEC，参加 W H A 那个叫做没有对等尊严啊。现在说监察委员还要查办啊，所以中华台北不可以啊。那台湾可不可以啊？ 那两岸领导人那时候见面不也是台湾方面、大陆方面吗？啊，我看非常平等啊。结果这个呃，民进党说那个也不行啊，那叫所谓丧权辱国卖台，对不对？所以马英九呢办到了跟大陆领导人会谈，在民进党的眼里看呢，那个也都是出卖所谓的主权呐、啊。因为接受九二共识就是卖国了，有一中就是卖国了，所以叫台湾也不可以，因为你的所谓台湾方面、大陆方面呢，上面还有一个中国，那都不可以。 啊，那中华民国呢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所以他们搞了一个奇奇怪怪,怪的中华民国台湾哦，那个就可以。那、呃、你看多荒谬啊！那去年海峡论坛的时候呢，大陆把台湾的这个叫做所谓全国农渔会啊，把它称为叫做台湾农渔会。那理论上你们不是看到台湾很爱吗？哦、啊，台湾要证明啊，那叫台湾。最后民进党立委说啊，那也不可以，那也是卖台啊，那也是这个矮化啊，因为只要跟中国有关系啊，都叫矮化。 啊，所以啊，只要有一中框架，什么九二共识啦，啊，什么大陆台湾啦，跟中国有关都是矮化啦。啊。那中华民国台湾都是没办法啦，那个是不得已嘛，因为大陆实力在那儿，所以只好呢这个将就着用。但是啊，只要跟美国，哎，不会矮化啦，美国叫你吃什么就好啊，都可以啊。碰到日本那也不矮化了，被人家日本人啊把台湾的渔民脱光光啊，绑架起来啊，脱光检查呀、啊，搜身呐、啊，这个鲁人勒赎啊，都可以。 这口气都吞得下去哦？那台湾的慰安妇阿妈被人家践踏，被人家蹂躏，台湾倒过来还要请日本人，还不准大家去抗议日本，这就是台湾所谓的尊严啊，所谓的对等啊！不要和中国有关都对等啦，做美国的殖民地也可以呀、啊，做日本的殖民地也可以呀、啊，那都叫做对等啊，好有尊严呐、啊！做洋奴都 OK 啦。啊，就是不要做你中国人，这就是现实啊！ 所以，当我们看完这些现实之后，如果今天大家还要自己骗自己，说“哎呀，这样子什么两岸和平的什么曙光又来了”，那除非你可以接受，在今天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今天啊，要重蹈当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这种屈辱，除非你可以接受。 让台湾永久就脱离中国了啊！真的就是所谓独立，其实就是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了。如果你可以接受，那真的两岸和平的所谓曙光来了啊！这个不设任何前提的和平交流、和平独立，那真的是曙光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如果你认为今天中国人谁敢再重蹈当年丧权辱国的覆辙，那么我必须说，最后是实力讲话嘛，就因为大陆的实力摆在那儿。 就因为去年八月份的两颗东风飞弹，就因为去年九月份开始，北中南包括东部都有大陆的解放军军机来了，所以才有蔡英文从去年十月开始讲话，所谓放软嘛，才有所谓。毕竟呢，还要表面演个戏来骗骗大家，还需要忽悠你，否则，诶，老娘连忽悠我都懒得忽悠了。今天不就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吗？完美中来了，二零二一年继续。 很多真相还是要告诉大家。